真空包装的粽子哈，总共是8款的，还有一张的祝福卡，因为有很多人呢，除了买给自己，也想送给身边的人。在这张祝福卡上面呢，有写得很清楚，这每一袋的这个粽子的口味到底是什么。更重要的是呢，我们最后也会献上呢限量制作的这个碱水粽，以及用来暂时碱水粽的海南鸭蛋嘎呀。这个呢就是阿贤好品的粽子套装。